有三个就是陌生人。By the way, I like you here. Your hair is so lovely. 我就觉得大家在这里就是真的不吝啬赞美，不认识的陌生人的赞美就让我心情很开心。就是你们多多少少带点勤奋，带点营业的成分。对，但人家就是真的觉得咱们的 hair 很好看。哎，我一开始染这个头发，我还觉得会不会太红了，有点太鲜艳了，有没有？是你晚上睡在那，我们出来上厕所都会吓一跳，就是天哪，那有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为什么要染红发呢？就是因为我的艺名叫李耀红，但是咱们这个粉丝一直上不去啊，总是卡在这个3万，所以咱们就是说想从头红到脚，就是把这个头染成红色，希望有一个好兆头。下面就是把我这个脚趾甲环染成这个红色，然后咱们这个 T 恤啊也是红色的，这个包包哎已经改成红色的了，就是说一个吉利，一些玄学对吧？求你给个关注吧，求求。